康文署一直的理念呢，都是要提供到一个优质的文娱康乐体育设施给市民的。在高山劇場新翼来讲呢，当我们是试验性质去做一个粤剧演出场地，做完了之后了，我们收回来的用家的意见啊，演出者的意见，尤其是粤剧业界的意见呢，都给了我们很多好评，这令到我们的满足感很大。作為公務員，我想我們最大的責任是需要了解到市民和用家的真正需要，公帑在我們身上，我們怎樣很合理地應用這些資源和公帑，令到滿足到市民的真正需要是非常重要的。公務員是需要做到這個把關和責任的。